千祈唔好覺得你想做嘅嘢係一件羞恥嘅事。第一樣嘢就要同自己講，因為其實你好多時候你 top priority 想做嘅事，其實都係為咗人哋嘅，即係你想你自己變得開心、變得有錢，你亦都會令到其他嘅朋友受益。其實呢一樣嘢係非常非常之 make sense 嘅，咁所以其實唔需要話去到驚人哋會覺得你嘅夢想好遠大，反而係要令到自己真係實行到你口中所講或者你所想嘅嘢咯。呢、這個就係今日嘅睇法啦。咁亦都係開心咯，即係其實快樂係能夠傳染到俾人。呢、這個亦都係不爭嘅事實啦。